好，嗯，好，兄弟啊，哎，这个小箱子啊，你不要小看它，啊，不要看它可爱而已啊，这里面是有名堂的，有玄机的。什么玄机啊？来来来，将军，好来了哈，来，爸爸，哦，它还能发声音。好，你把耳朵竖尖一点，听清楚啊。我现在放第一段给你听。 咱们放第一轨，轨道的轨，一轨哈，来了啊！哎呀，我的朋友，请您请注意，这个危机，我们家的名义，还有责任的范围范围，哎呀，我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，这是我的弹琴啊，哦，美丽的声音啊，哈哈哈哈哈。Ladies and <笑>这个讲洋文你就免了，我说，这不会，哎呀，不过这个美玲啊，哦，当时的英语演说，嗯，可是风靡了全美国，哎，那就是妈咪呀，啊，妈咪美玲女士了不起啊，民国32年，啊，到美国的国会发表抗日演说，可以说是风靡了全世界，嗯，哎，啊，妈咪呀，哦，很有趣的。 除了这个外文讲得好，哦，他生活习惯也非常的西洋化，哎，他喜欢吃西餐，对，爸爸你喜欢吃中餐，哎，你们两个吃饭的时候挺麻烦的，哦，他前面摆一副刀叉，您就摆一双筷子，哎，后来我也摆上刀叉了，爸爸，啊，你吃西餐你摆什么刀叉啊？你不是啊，那个美玲啊，喜欢找我的麻烦啊。 我怕万一在这个餐桌，我们两个儿子打起来，他有这个日月神剑了啊！我就有这个小李飞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会说笑话！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我再放一段给你听听啊！来来，我们来听听啊！放第二回啊！哎，全国人民同胞们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，今天我们是努力了。哎，金贵啊！ 就是哪个人在模仿我的声音啊？什么？什么模仿你声？啊，就是你自己的声音啊！我怎么自己都听不出来啊？哎呀，那个时候你比较年轻嘛。哦。那时候中气十足。人都是会老的嘛，对不对，爸爸？我下来啊，再放一个声音啊，我要考考他，听他你记不记得，听不听得出来啊？好，我现在放第三轨啊。哎，哎，现在中午同胞们。 今天是我们中国战区临时投降的50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我们中华民国5000年的历史。你帮我，这个是跟着我南征北讨的爱将何应钦。爸爸，了不起！啊，你真是非常的念旧。哎，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胡将军一生都是对你忠心耿耿，也为你立下了汗马的功劳。哎。 哎，话又说回来，这个礼物挺好玩的，你让我玩玩，有兴趣了，让我按，好，现在办点金贵啊，你是军人出身，啊，出手出脚的，你不要搞坏了啊，就会出嘛，好了，第四回，哎，第四回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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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个就是台语的发音，他是谢东武先生发表这个台湾光复的演说，所以台语发音的谢东武，你到台湾那么多年了，你多多少少也会讲几句嘛，刚才就讲几句了，这还有一回，最后一回，第五，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，大家好，尽管。你怎么把自己的声音都放进来了？等一下，不是，爸爸，我做事情你了解的吗？我一向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。你今天就不太谦虚低调了？你看看，你还拿自己的声音打广告？不是，爸爸，我跟你讲我今天我还是很谦虚的。你是吗？都摆在最后一回，而且我自己还不敢放了。真的是这个电台的美意，把这些具有纪念价值的声音收录在一起，作为我们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的压轴。
哎呀，这个礼物啊，我喜欢。你喜欢？你喜欢了？我不想送给你嘛，啊？没有。是啊，这是送给你的。但是啊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是放声音，人家来送。现在啊，还有名堂，还有玄机的啊。什么玄机？你看，我拿把东西到你脚脚啊。什么？你先接着接着啊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晓得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智慧型手机。手机？跟中央电台的少金有没有关系？中央电台的少金一只3.5万，我才35000。哎呦，这么贵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再翻过来，我往这个 MP3，把这个线啊两头一接，我一插，哎呦，你个傻逼，可以放音乐，是音乐，我拿的，好的，来听听，我放音乐啊，来。啊，你放轻松点的，轻松点的。我以为我在阅兵啊，不会这种。好，那我们放个轻松点啊。好，有啊，有啊，你看啊，来。你这一身老骨头啊，就叫你跳舞，又不是叫你拼命，真的。哎呀，爸，我随便跳几步就好了。最重要的，你不要忘了户口号哎。啊，好，我们已经户口号啊。来，我摆着啊。现在，让我们就来高呼，一起高呼啊！中央电台万岁！中央电台。好像有些人没举手，是不是反对呀？金哥，你今天带我们来这个是中央电台还是中广电台啊？你这样说就误会了，严重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中央电台，你怎么突然一背户口号？大家不习惯了，不流行了，不流行了嘛？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来的机会？我告诉大家，我爸爸是人来疯啊的，我们一起啊，跟着我们爸爸再热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请大家一起来啊，一起来啊！现在，让我们就来高呼，一起高呼啊！中央电台万岁！中央电台万岁！抗战胜利万岁！抗战胜利万岁！蒋中正先生，还有非常非常谦虚的蒋经国先生，请两位再度上台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怎么还请副班了？大家都很希望你们两位再上台，不是吗？好，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拍照时间，我们有请各位我们的在场的嘉宾，还有媒体朋友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赶快把握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请两位蒋总统啊，都在台上接受大家来拍照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把这个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麦克风座也拿在手上，来跟大家一起拍照，谢谢。也请各位媒体可以来用比较好的角度，您这回现在可以在上前来，没有问题，比较近的距离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不会再知道了啊。各位在现场的嘉宾，您如果要拍照，可以在前面拍啊。好，手机对，那个最后我们在记者会结束之后，再请两位蒋总统来跟大家一起合照，好吗？抱歉，这还有联系，抱歉，谢谢。我跟爸爸站得亲热一点，再换个 pose 来吧，换过来的。中央电台最后，来70周年，70周年晚会，中华民国晚会，这个
个红须来了，停下来。希望这个今年的圣经的卖得很好，大卖，卖得一定大卖，一版、两版、三版、四版、无限版。我出手一定大卖，这个数字跟烧鸡要350块一个。好，两位讲龙哦，我们请您稍微退后个3步，在我们正牌的这个麦克风旁边，我们请两位来跟他。